5.02了哈，已经来到了8月27号礼拜六的凌晨了哈。然后喵喵想要吃东西，对，已经碗里头都没有了哈。来来来来，我帮你装，我帮你装，不要不要挤，不要挤，好，不要挤。嘿嘿，你这样挤根本倒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好了好。OK， 就这样子啦哈。这是福寿的，不过他们说福寿的那个饲料品质感觉比较不 OK 这样子哈。然后水是还有哈。对啊，就是喵喵吃饲料的时候，吃的很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啦。哈 ，OK， 那还不错吧？你看，喵喵吃的很开心哦。喵喵，看一眼呐、啊，快点。哦，说不看。好吧，很专心的吃，就这样咯。